古代银制钱信，古代的银制钱一般存世稀少，你见过几枚？第一名，吴宋同盟银制钱信，它是南宋时期的货币，整体含银量达到了86%，存世较少。2018年华夏成交价为3.98。第二名，大观通宝玄独银吴宫钱，它的钱纹更加扁平，相传为宋代首次类工钱，今年华夏成交价为3.7万。第三位，万历同宝贝矿银印制钱，它是明代真钱之一，钱纹楷书之多，存世较少。2017年，华夏成交价为3.4万。第四位，紧邻万年银制工钱，它是南宋时期铸造的工钱，在年号中更为少见，整体含银量达到了90%。2018年华夏成交价为3万。第五枚，子孙千亿银制工钱，此枚银制钱名字非常霸气，含银量达到了90%，每品存世较少。2018年华夏成交价为26万。你见过几枚？欢迎评论留言。